新娘超伟先前被爆出和25岁女性陈潇交往，甚至产下私生子，掀起全网热议。不过两人事后都发声明否认。然而日前梁朝伟被拍到与一名长发女子逛街，而且他可说是零伪装，以全黑的装扮现身，看起来十分低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身边的女子并不是老婆刘嘉玲，不禁让人猜测两人的关系。不过网友推测该名女子应该只是朋友或是助理，因为双方并没有亲密互动。偶遇梁朝伟的网友表示，能偶遇梁朝伟真的很难得，也很后悔当时没有鼓起勇气上前要求合照。原po也透露，梁朝伟发现自己被认出来后，很快就戴上了口罩，似乎不想引起外人注意，引来不少网友笑称，果然是社恐啊。Bye.